大只的一定是首领，杀掉他，其他就会鸟兽散。目标位于监狱深处，铲除沿途障碍。 就在下面，杰雷利是其中一个入侵余禁区的纳鲁，其他人以为他死了。结果戴纳瑟斯一直抽取他的圣光来对付敌人，我们要反过来利用圣光来对付他。你的物种非比寻常，有好多秘密等待发掘。圣光。 会战胜一切！我真要谢谢你，吉雷利，你是优秀的实验样本。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们开始吧！你迟早都要坦诚罪行。 还有罪人未忏悔，竟敢打断我的研究！ 有耐心了，山光还有好多研究要做。凡人，快点跟吉雷利一起逃！原来你的目的竟然是他呀！他休想离开这座监狱！ 是德瑞文的走狗。
就是，把囚犯交出来，用鲜血来弥补罪孽吧。 受尽折磨，凯厄，你休想！ 法院，你快走，我来挡住他。